卷台式可视腔开箱。第一层是使用耗材外套管，第二层是显示器，显示器的遥控器和安装支架，先进行显示器的安装，两个螺丝分别拧入显示器底部两端进行底座安装，安装完毕放置一旁，主机。 放置一旁，连接器通道。两侧接口不同，一大一小，将大头插入主机第二个孔，另一端插到枪上。另一根视频输出线，一侧插入主机最左侧，插入后拧紧。另一端插入可视腔，插入后拧紧。白色线插到显示器后方。 适配器连接电源线，适配器连接显示器，主机连接电源线，最后进行接电。打开主机开关，摄像头开关，摄像头前端亮起，屏幕自动识别，观察是否清晰，安装完成。